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要被若若姐姐打死了。啊，什么？找我呀，我马上就来。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虽然也称不上是什么不好的东西，但是还是请姑娘先把手拿开一下吧。抱歉，不是故意摸你的。无妨，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可否请姑娘先告诉我，此地位于何国何处，是什么年间？确切的说，这里不属于任何国家。不属于任何国家，你大概都不记得了，我讲解给你。这世间分为三界，分别是天界、人界和妖界。这里是人界和妖界的交壤处，蛮荒。我的望若楼便是建在蛮荒的丘山上。你看上去是个人界的玄门子弟，大概是昏迷之前经过一场大战。站住别跑。救不救不，对方为了逃走，拼着性命给你下了个封印，让你暂时忘了以前的事。不过没关系，以后会慢慢想起来的。变傻封印。望若楼平时就是专门捡昏迷在路边的人回来医治好以后收银子的地方吗？当然不是。你管望若楼做什么？你先告诉我，你身无分文，而且记忆全无，准备怎么还我钱？那依姑娘之见呢？不如你卖身吧。呵，你修为不弱，活个几百年不成问题，留在我身边做十年护卫，时间也不算长，这样抵掉你所有的费用，怎么样？好。哎，答应得这么痛快。我虽不记得许多事，但也知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没有要我以身相许，已经是手下留情了。我听着可是一点都不高兴。算了，本姑娘不跟你计较，折腾一天要累死了，我去休息了。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房间了，天色不早了，你身上还有伤，早点休息吧。好，多谢。不要，别杀我，求求你们别杀我，救命啊，放过我，我从来没有做过恶呀。父亲，求您了，和我一起走。收好血晶石，赶快离开。不，不要，父亲，你和希儿一起走，求您了。